喂。
FM 吼，迄个足清楚，
我自我较早迄个时代，我不是拢去受迄个美国迄、那个哦，是ICRT 吼、哦，美国迄、那个的电台，我足清楚的哦，也是受较早中广的迄个 FM 哦，迄个电台，尽管哦，连这款的伊拢比较清楚哦，伊较无干扰。啊，受迄、那个哦伊。所以讲，伊这个干扰就是吼，拄只我讲的是有形的干扰。啊，像即马在讲，我即马在咱这语言高干扰吼，这传播过程本身的干扰就是语言障碍、语言障碍，还有教育、社经状态、职业、年龄、经验、兴趣，哦，这拢是一番哦，这拢是干扰。比如讲语言，咱即马是读华语的，咱看华语的，哦，咱受教育的就是看华语。如果拿伊即嘛用英语的，还是用日语的，还是用德语的法文，我来看，完全不同，完全无同，咱无同就是语言不同啦，哦，跟伊无同款的时，咱就无同接受，哦，啊，咱就是受咱六七十年来咱的教育就是拢讲华语，啊是台语，就是咱本地迄个言语。用这两块语言来讲，咱才有法度沟通啊。像我即摆在讲，哦，我咧讲咱台语，啊，大家拢听有，啊是讲这个华语，大家唔听有，哦，这就是这个语言的障碍。啊，搁一个就是教育，哦，教育，甲这个社经状态，哦，职业，哦，这拢有关系。诶，你一个小学生。啊，是一个国中学生哦，加研究所、博士班哦，伊所了解也是全国无同款。啊，如果你若是迄、那个，你讲博士论文，你叫这個国中生来看，伊就看哦，因为伊还无迄个基础甲经验的累积，他没有这个累积，所以他没有办法懂哦。所以这个跟教育有关系，社经状态很相关。社经状态就是讲，咱一般做农的人，吼、哦，举低头的人，吼、哦，啊，甲你坐伫办公桌啊，伫办公的人，啊，是伫学术研究机构伫研究的人，吼、哦，这都拢无同款，这个无同款的，这个领域不同的领域，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效果都不一样，哦，啊，所以讲这嘛是一个障碍。你即马提迄个财经博士的迄论文，互咱看，咱就看无嘛啊！但是农业的部分，吼、哦，诶，即个整个经营过程，吼、哦，你提互迄个吼博士班，吼、哦，迄、那个研究文学，然后研究物理，然后研究化学，吼，迄个论文，啊，就是讲，这就是一款社经状态，这甲职业有关系啦，吼、哦。啊，年龄嘛有关系。你像讲囡仔吼，甲、哦、老大人，这种咱即马看手机就好。咱即马手机是甲最近这几年才被迫要用。啊，无像我这个年龄，我若无像台湾民间话嘛，这手机哦会有排斥感啊。少年囡仔看，啊，但是。现在那个红孩子出席了没多久了，他就要耍手机了，他就要看人怎么支持，怎么赌，然后出了什么东西。现在那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就会了、啊、这就是现在年龄的差距、哦、年龄的差距、啊、经验也同样，有经验跟没经验、哦哦、浅经验跟深经验也有差别、哦，兴趣嘛是同款，哦，你趣味第三啊，第这个研究这个汽车，哦，啊，你研究汽车，你有趣味这方面的，就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哦，你都去注意哦，包括哦这个汽车的结构，新的汽车出来有啥物无同款，哦，柴油的、汽油的。另外，搁油电的吼，混合车啊，然后纯电的吼，啥你啊对这汽车有触鼻，你会去研究一下。哦，啊那
你若讲对吼、哦，对这个科技方面，哦，你有趣味的，你对科技吼、哦，对电脑这方面去啊，哦，迄完全无同款的趣味吼，啊，会产生一些的干扰哦。然后，吸纳最大工业数的液晶大众哦，任何的媒体，它的最大目标就是讲，我花费上少的成本哦，一旦达到最大的利益哦，这是哦，大家拢追求的一个目标哦。啊，这个要达到。哦，吸纳最大工业数的液晶大炮，哦，有规的步骤，也规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原则，一个单纯化，哦，单纯化就是讲什么代志吼，一模讲甲舒服个。你是讲咱想的密密麻麻，但是你主要的东西跨越标准物，哦，迄简简单单甲你写出去，啊，你若有趣味就好。啊，就广告嘛，同款哦，广告嘛，同款哦，政治的这个所谓进行的哦，迄、那个语言嘛，同款哦，就讲改变一切就不一样哦，啊，就讲哦，你拥有了它哦，生活就起变化哦，啊，伊拢改简单几句话安尼哦，会甲你吸引安尼，啊，互你加深你的印象哦，所以讲。莫讲个小学生，小学生无人爱看，哦，啊，唔再讲这个单纯化，爱简单化，然后共通性，就是你讲的物件，爱跟你的整个生活里面的，哦，这个情节息息相关，哦，就是你跟你讲，啊，大家已经跟家里有关的，就讲即摆连续起雨，已经起话起尾。唔知讲连六站，哦，哇！即款迄个九五已经起到30块，哦，啊，到底要搁起两呢？因为这都是迄个伊朗的制裁的吼，你、哦、开始这边吼也告起来，啊，迄个反中旗已经告起来，即马开始变伊朗变制裁伊的迄个出口，哇！即马安尼以为有得减产，啊，减产的时候即马就预先的。疫情的心理都起起啊，哦，起到这嘛30块，那一般消费当中该吃啦，哦，哎，灌油灌一摆差哩，较早汽油价的时候那个20块以下的，哇，这嘛30块起到30块，过去，啊，所以讲这对咱来讲哦，跟咱的荷包有关系，所以这款的咱都会安怎，咱都会影响，会去关心啦，啊。啊，若无使车的人，啊，骑自行车的人，啊，你汽油汽较少啊，咱较济狗仔就无关系啊，对无？哦，所以讲这就是吼，伊有迄个趣味，啊到有迄个吼，有迄个所谓的切身利害关系，他就会去注意哦。啊，是一个关注共同的价值哦，与兴趣。你嘛关注，我即嘛要讲这个共同价值。比如说，即嘛大家拢在讲嘛，哦，诶，选举哦，大家即嘛在看，2020年的选举，即嘛，大党两党两大党拢拼干，哦，民进党这边蛮厉害，国民党会更加厉害，好几个太阳，即嘛大家在争。啊，但是哦，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选哪一党，对咱以后台湾，吼、哦、的走向，吼、哦，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的变化，哦，所以这点就大家足关心嘛，会去关心讲啊，这个总统候选人，即马，吼、哦，有一个党，哇，即马一个讲什么大企业家要出来选，哇，大家都会注意到，欸那好，这个调的时候，是不是将来台湾吼，甲美国的关系就会改变，甲中国的关系吼，会更加密切。哇，这就是甲咱的价值，所谓共同的价值有关系。但是要追求民主，要国行咱即卖的这个继续咱即卖民主的生活，哦，自由的生活，啊，是要行去吼，
亲中国迄边就属于强势的生活。哦，这里头大家拢会注意哦，会注意讲哦，会酸沙人会产生什么意识的效果出来。哦，这都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因为会影响咱的生活嘛，会影响咱的产业嘛，会影响咱未来子子孙孙的前途嘛。哦，就这块人咱都会去注意。哦，所以讲这个吸纳最大工业数的业绩当中，就是啊，单数啊，啊，大家关心的代志啊，关心共同的价值，啊，是甲这个处理哦。啊，大众传播的功能哈、哦，就是这个所望，哦，所望 ，surveillance 观察环境，提供新闻报道，这个。因为哦，媒体哦，也是一个，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哦产业。所以就是我像我较早去做地方记者的时候，咱都有一个地区的分别。比如讲，你花莲县哦，介长嘛，哦，伊南部甲北部，哦，你若讲去，你若讲北部的记者，你要走到哦南部去采访上。来回哦，两百几公里，哇！这两百几公里，一般人咱无多去不哦，把它走无免下哦，那时间太长，啊个花费也很大很大，啊所以讲就一般的分从北区跟南区啊，哦，啊我是伫迄个南区，啊南区负责的四个乡镇，哦四个乡镇，啊四个乡镇就进入哪走？啊！你看这四个乡镇内底所有的新闻吼，都是你负责。伊无，伊都无分讲吼，什么类别啊，都无分啊。吼，包括政治、文化、教育、产业吼、交通啊啊，啊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吼环保，这拢拢在你这个地区内底，你就是一个所望者，吼。即内底所有的代志，你拢总爱去关心，拢爱去注意，啊，然后，哦，你就做报告。所以讲，啊，即个代，即个范围内底，若发生大代志的时候，你无去处理，你就失职啦。哦，你就啊，你若犯规摆啊错，你可能吼、哦，你的整个吼、哦，你的绩效，你的业绩就要跑。哦，所以讲，甚至若较严重的时候，你都。哦，啊！你变成了，你都，哦，你都，哦，无法度去胜任这个任务，哦。所以讲，咱在讲就是讲，这个所望就是讲，你这个地区内底，你一定爱好，你家己去贡献。你四个乡镇，啊，你每一个乡镇，你一定爱有啥？爱有你的朋友嘛，哦。啊，你的，跟你的，跟沿线嘛，你要贡献。啊，贡献就是讲。这边哇，我才有代志的时候，伊马上是用通信给你联络，讲啊，才有代志，你马上要回来。哦，啊，咱才袂去担心。这就是一个守望，所谓所望所望的业绩功能哦。啊，上面就是联系 （correlation） 哦，这个联系显示资讯，且评论并指示一面之道哦。这条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哦，你。新闻记者虽然报道以往吼，本身你爱有一个联系的功能。比如讲，即摆再简单吼，咱比一个例，比如讲，哦，即摆林班吼，诶，查种偷车，偷车现场即摆叫做山岭区吼，山岭区一定是山岭区第二啊。啊，你即摆第二就你即摆唔知啥，你还未，我还未抓到你，就你嘛唔知啥。所以讲，咱就是爱啥，爱舆论爱先甲报出来哦。打一个民办单位啊，哦，有几五百年的无收奖罪下，哦，哦，这大代志。啊，但是这个时阵，咱怎做记者的对啦？咱先爱去林区，哦，去林区管理处遐找有关的人，讲你这是无收五百几年查奖罪下，哦，啊你。伊刚才啊，阿姨就讲啊，都有即阵块伫处理啦，哦，啊，即摆伫处理的事情，咱所认识的，咱就爱过去找啥警方，比如讲
你家附近的派出所，你敢有去注意到讲，外卡车去你，再怪兽去你啊，是啥物啊？啊无伊，你警方你有注意到这个代志无？啊，这就是讲两项代志，拢爱联系，两个单位拢爱去走，爱去走的时候，再看因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有法度破案，你若无破案的时阵，这个人口管理处甲这个警察局两个都有压力，因为每天就是要甲你追究嘛。因为你上紧啊，你派出所伫遮，你咧那会顾无好？啊，是讲这个车爱对你这边啊过，你若无去注意，你人口你巡山员，你是不是顺无着？这个都是延伸的问题哦。啊，是你内心拖偌久，这嘛有可能啊。所以讲很多这种联系的工作，新闻的工作者都是爱去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代志发生啊，新闻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啥？要协助说以后最好还不会再发生了。不要去动机攻击三老鼠，我是威胁的这国部咱新闻记者、新闻采访工作人就要发挥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啥？你要提出一个你集合一些专家的意见然后来协助，包括警方、包括管理处这方面、临时管理这方面，来共同防范。以后这种大华之事件三老鼠横行的事件能够终止这就是做一个咱媒体工作者应该有的一个联系的一个功能只是因应之道过说来就是一个文化传递Transmission of culture， 这文化传递就是跨越世代教育人文人文价值普世价值、多元文化的内容，这个主张这个电子媒体出来以后就是讲对这个文化的传播，真正讲这个功能可以发挥到淋漓尽致。咱过去拢来看戏三 K 你来听来收音机但是你起码拢有影视，拢有影。够声、够文字的陈述所以讲你也当接受到足侪诶新诶物件。你就讲诶 discovery 迄个发现者频道是讲迄个动物频道是各种领域的频道你可以，那也当对下一个专业频道里面看到世界第一流的学者研究工作者他们所呈现的很伟大的成果出来所以说咱透过这个文化的传递，包括就美国地理杂志美国地理国家地理杂志那么改革那个杂志嘛有这个影视的嘛有出杂志，那杂志无少，那一本差不多要三百大家会出，但是那里面都是的足好的资料，足好的资讯。咱若不是有滴阅读的时阵，会增加你无穷的知识对你生活中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让咱了解更加多。这个世界过去发生什么代志，今嘛发生什么代志，各种的文化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咱拢会当对起来从这种这个媒体里面多元媒体里面去学习还有很多的普世价值嘛，一样咱即嘛追求民主的社会但是现出是世界也够强盛的制度咱要安怎来追求咱的自由的这个制度要安怎来维护就这拢中会当透过媒体大家互相来学习。
还有娱乐啊 ，entertainment， 企业等等，制造欢乐的人生啊，哦，就嘛这嘛是因为哦，那咧，这个你甲看咱平面媒体就嘛在这方面哦，它的功能已经降低了，取而代之就是电子媒体跟网络媒体哦，不管是你这個。那你手机刚开开哦，你要看啥都拢有啥哦。啊，甚至于哦，你唔知呀，你问 Google， 哦 ，Google 就跟你讲啊，哦。啊，所以说咱即马获取资讯的方式非常非常多哦。啊，咱不管你讲咱即马哦，也在讲哦，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面，那你整个生活的压力也蛮大哦，压力足够。但是咱要安怎吼来吼，可能得到所谓精神跟物质的吼、哦、物质身体的平衡，咱就来透过来五六天，可能每一天会当活在真喜乐的一种情境中，吼、哦，这嘛是咱的生命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吼、哦、一个手段，咱袂使讲家己当逼到家己吼、哦、变成吼、哦。啊，体力体力不支啊，哦，产生很多的疾病啊，啊，是因为让你精神压力很大，造成哦，这个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哦，这对咱的生命都有真大的影响哦。啊，唔再讲，咱一定每一天，咱都爱好家己哦，活在一种很欢乐的气氛中哦，这条咱嘛该做哦。啊，所以讲娱乐就是讲唱歌是。去卡拉 OK 啊，唱歌啦，啊，是甲朋友出去外口哦，去佚佗啦，哦，这拢真好，就是啊，保持咱整个身心灵的一个平衡，哦，这点也解决了，哦。今物告诉你，咱就讲这媒体机构 ，the media institution， 啊、哦，媒体机构是特指不寻常。其经营的形态，它是社会，它是经济加社会，哦，还有科技资源，它的运作范围是私领域加公领域。所以说你想讲，哦，最近有一拖住这个民事的代志，哦，啊，民事的代志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个政经的节目，听讲，哦，没有注销，啊，这是什么原因？哦，啊，这个原因哦，都引起足侪大家关心吗？哦，是不是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还是讲经营的问题，还是啥？哦，你要改促销？哦，啊，这个问题已经啥引起到真大的这个大家关心，就是安怎？因为你是一个无线哦，无线电视媒体，因为无线电视媒体的资源足少的，你知道？咱即马盖一看拢有线电视，哎，无线的无几台，吼、哦，你当然无几台。啊，你既然是无线，就是啥？社会、国家、公共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即马合理的运用，你一定对社会上，你也有真大的责任嘛，你知道？因为你会影响到整个夜间大众的他资讯的来源。而且哈、哦，会影响到哦，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所谓哦，这个安宁哦，整个社会的脉动哦，所以讲，你再讲这个媒体哦，因为是不是哦，你有时就会当办哦，他还要有私领域加上公领域，你虽然有资金哦，你运用的人以外，你还够对公众负责。那你提出来的物件是爱对社会先行什么呢？一种哦安和热力的一种倾向，你别再制造所谓仇恨哦分裂哦，你别再传播这款讯息啊，这就是啥对社会责任啊哦。你再讲这个媒体哦，咱爱足注意哦。在一个民主国家，媒体的政治运作及资讯不应被私人个体独占，应有相对应的
自然措施啊，建立哦现前的第四权机制。今麦大家讲这个第四权，就是讲很舒适啊，咱认为啊，发展到今仔日来讲，发展到今仔日，咱会使讲哦，分做哦两大阵营，一个是这个哦资本主义，啊一边是共产主义。啊，大部分起码已经拢讲出资本主义，哦，啊，即使哦，政体上有所谓啊民主的阵营跟共产的阵营，不过很出奇哦，咱会使讲，整个民主制度也好，共产制度也好，在人类现在目前的一个咱的生活中，并没有达到一个百分之百。就是完美的一个制度，完美的制度并没有在地球上存在。啊，所以说任何制度，伊拢有伊的哦缺点，哦。啊，所以说虽然说有智能三权分立，哦哦，伊有互相智能我们有，但是智能之外，哦，它还是有缺陷，所以必须透过第四权，哦。第四点就是舆论，哦，但舆论的主体是啥？舆论的主体是全民的，哦，来监督，哦，咱政府的制度，哦，按这个舆论第四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体就是啥？就是全民、全民，咱每一个一天大众，哦，咱是主人。比如讲，你做这个电台。不管是偏颇，除了有相关的政府单位哦来给你纠正、来给你干洗以外，最大的干洗的内容是来自党、来自咱的夜间大会。我不爱给你看，你的新闻偏颇，我不爱给你买；你的杂志哦，你无公正，我嘛不爱给你，不爱给你买，不爱给你看。咱拿偏。这个最大的夜间大众的力量来给牵制的时候哦，无形中，伊就爱行入正道，会讲行入中道，你袂使偏偏到上侪去。当然啦，每一个媒体它都有它的基本的意识形态，这个东西是不错的。不过意识形态哦，它不能违反到所谓言论的自由哦，然后哦。他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这是最大的目的。所以说你若是哦，有诶吼、哦，这个媒体啊，过分强调迄个，有时候哦，色情啦、啊，哦，还是政治啦、啊，政治暴力啦、啊，就黑龙江，黑龙江噻。啊，这块的钱除了我做的公有机构去纠正以外，哦，甚至处罚哦，那最大的一个力量来自于夜间大众。所以说咱做一个民主社会来对哦，诶，公民来讲，咱嘛是有责任哦。对媒体哦，咱嘛是有责任去做干部哦。啊，即嘛哦，咱所以给咱咧讲一个吼，较重要叫做议题的设定 （agenda setting）， 这个媒体具有对大众足够议题的。媒体议题影响公众的议题，而公众的议题啊，它就影响到政策的议题啊。这是一个美国的学者叫做 Real Taiwan， 是1996年哦，伊提出的一个足好的理论啊，大家都把它沿用哦。即嘛，一个议题的设定是啥？就是讲，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阵，哦。透过媒体把它标示出来，然后集合共同的关注哦，它就会造成这个整个政策的影响啊、哦。比如咱这边的讲，哦，咱大概跟咱产汽车的关系，哦，咱的高速公路哦，已经做几年，40几年。照讲高速公路咱，你怎么可能行？这有利无？咱有去交税金无？
牌照税、燃料税，哦，即摆都去缴啊。牌照税一台车啊，缴1万块啊，啊，有诶几千块啊，即摆开始缴啊。啊，一看到就是安怎，阮缴下地钱，啊，阮上高速公路，我还要缴钱。你若去美国，我伫美国去家己遐，到处嘛高速公路，也免收一仙钱啊。因为这本来是国家都爱做的嘛，交通设施本来就是国家要提供给我们全民来享受的。所以我现在来去高速公路都还要交钱，啊，什么所谓个交钱，都是私人去收的，啊，哦，这更加离谱啊！所以在这块时阵，咱就吼，会当甲设定一个意义，是不是？你收到，哦，你已经。建设的钱已经收够，你就袂当做钱。即后摆咱台湾民众来起来做，咱一定会重视这个。哦，就是建设盖无合理，收的话，哦，这是好康的啊。这若动起来，我就减，靠底下减落。哦，所以这个代志咱拢会当把它当作一个议题来研究。咱会当看世界各国。对这个高速公路还是快速道路，他们的处理方式怎么样？啊，这就变成一个，你若讲达到你这个公建水准，啊，可能有关单位就会去研究，咱这立法委员啊，嘛会去重视。啊，所以讲设定议题，懂无？我啊，像即摆这个选举嘛，同款，哦，你选举同款，哦，这个两大党内底。游戏规则安怎？哦，他们就在讨论，哦，就在讨论，这个也是一种议题的设定。而且议题设定的就基本上都哦，来对着我讲啊，即卖民调公司卡电话对无？哎，卡电话即卖几个人伫厝听电话啊？啊，你即卖若按卡电话这个民调的时候，它是不是符合真正的民意？结果是一个问题。所以即卖。有的做民调怎么办？用手机，手机大家拢有啊。按按呢来问的时候，是不是迄个真实性？凭讲伫厝打电话啦，啊，更加普及，更加容易得到所谓真正的民意。哦，啊，这种事就嘛最近哦，因为有竞争嘛，国民党嘛竞争，民进党嘛竞争，所以因为有竞争的关系，就嘛大家都对这个所谓的哦。这个民调哦产生关注啊，然后民调最主要就要达到正确性，啊，达到正确性，它的方法我们要研究。是用一般卡电话做民调，啊，是被全民哦，就是讲哦，手机加入手机来做民调哦，这东西社会的一个那也当关注，因为咱有设计的一体的设定。你一提设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去讨论哦，啊，大家讨论就会改变，啊，改变就是啥，更加能够呈现它的真相，哦，咱会当真正了解真正的民意，哦，真正的民意是伫倒位，这对咱的未来借点政策拢有真大的帮助，哦，我怎么讲，就是这个 example 哦。这个杂志啊，这是吼、哦，这个去年啊，2017年，11月哦，就是去年的年底啊，迄个阵啊，川普啊，哦，来亚洲遮访问几个国家哦，迄个阵啊，这个伊方面，我就无咧问这个观察家，这本杂志哦，这本杂志非常非常在美国。非常有权威，川普拢伫看，哦，川普拢伫看，就像这个标题 ，Trump Energy Against Under Attack， 哦，这个是伫攻击上川普的能源政策，哦，一方面哦，自己一方面，啊，我今仔要看，给你看，后边面这是方面，后边面，后边面是台湾民政府，后边面是台湾民政府公布，哦。咱的政政治诉求，卖讲广告啦吼，讲一个咱的政治诉求，哦，
咱就甲伊讲吼，on his ASEAN swing, President Trump must include Taiwan on his policy agenda。咱就甲即个川普讲，川普看就天底高底啊！哦，咱就甲讲，讲在你的亚洲之行啊，川普必须吼、包含台湾的政策议题。啊，是不是有无？有啦。但是吼、咱台湾在美国的这个模糊政策之下吼、它不凸显出来。啊，但是不凸显出来，不是无在甲你关心吼、伊嘛是足重视哦。但是伊表面上会甲你较无注意安尼，你知道？啊，但是咱无谈好。我台湾是你美国的占领所在，你是委托蒋介石集团吼，诶、政权落来管理个七十多啊七十几年，这个无变。但是事实讲，你要讲美国要掌控，要占领国吧？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第二三条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迄无变的。咱今物咧过美国，美国的国定法律嘛是承认啊，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他的位阶高于美国宪法，啊，记得背后为枪呢，所以讲，咱今晚能够讲川普，能够讲退却，我台湾是你的占领区，你别再无甲注意，尤其是咱讲啦，这个我是美国，台湾是你最坚强的。经济跟军事的一个战友联盟，你知道吗？一个同盟，我们台湾很出奇哦，名不正言不顺，当然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政治的实体，但是哦，我们在这个国际啊，要求上有一席之地，一席之地，哎呦，咱就甲解释啊，我的 GDP 吼、达到$1兆多啊，我是全世界第十一大的经济体啊，我无论伫这个地缘政治上吼、都是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在亚洲里面它是一个核心啊，今嘛中国甲美国在拼。是安怎讲？台湾的地位最近安怎？一个冲起来，因为你即摆中国甲美国即摆伫贸易战啊，中国甲美国的贸易战最主要的吼、美国的最大的目标，毋是伫甲你讲贸易的问题，伊的最大的目标是咧改变伊中国的体制。你若共产制度，要过实施共产制度，完全无戒严的。独裁政治的人，对中对坚果中国，吼、迄13-14亿的人民是一个灾难，对坚果的地球嘛是一个乱了。所以美国就是要改变，但是要改变的中间就台湾是一个足重要的吼，会使讲吼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讲咱要求于美国，就是讲你要重视这个问题吼、然后你要吼、你就即嘛吼，即、这个。G20 也好，G7 哦，拢总无甲咱承认嘛，联合国无甲咱承认嘛。但是吼、我要求啥呢？要求联合国伊诶基本人权，咱爱尽管，咱即摆无国界呢，咱无国界啊，你提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是世界无承认的啊，无一个国家承认台湾。G7 也好 G20 也好，无一个国家承认台湾。但即马，所以讲咱是啥？为着讲，别讲咱是一个独立国家，去买20几个小国。即马20几个小国，就逐天甲你爱钱啊！咱袂输叫现大头，你即马人无介意迄啰，伊取伊求哦，伊要爱啥你就爱啥，若无伊就挂伫中国，就搁甲你断交。即马剩17个。对咱台湾人来讲，拢嘛是上好啦，无必要让伊安尼做啊，去强悍啊。
包括讲潘安的部啊，然后维持一个什么一个机构啊，一个幻象啊，所以说对台湾人来讲，虽然讲你跟这些人用钱去买外交哦，去买人叫人来签字，啊，过迄个你地图，我你地图都看无个咧，啊，到尾有一个国家才几万人尔，啊，无咱一个字，因咧一个国王都无咱一个字叫遐大咧，啊，所以讲就即款个代志，哦，足无合理啊，对咱来讲足无合理，啊，你美国应该爱重视啊，哦，爱，所以讲咱台湾民众追求个是啥？咱追求个就是啥？国际地位正常化，甲基本的人权，我们受到保障。你别在这地方犯无国籍啊！啊！你即马你讲你无国籍，你即马若去到大陆，去台湾呢，会无条件啊！若去外国犯罪，就把你送去啥？送去中国外久好尔嘞！啊！因为你就无人承认嘞！啊！中国讲台湾是我的啊！啊！啊！送去中国都好啊！所以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台湾民众起来就是依照战争法、国际国法，我们在美国军事政府了不得之下成立的台湾民政府，这是完全根据国际的这个国际法来成立的，美国也成立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先台湾民政府的身份，你如果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你提出来就不一样，我去年去美国，我头天我对啦，嘛是用中华民国的迄个护照讲对。但是我伫美国去关的时阵，我就把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放伫顶边，哦，我头天调迄个海关看，迄海关看着，哦 ，good， 足好，讲足好。啊，伊就知影迄张是啥，迄张就是有后边的 USMG 美国军事证。那就知影是美国的这个系统，哦，所以就看到那个盖房，伊就讲哦，哥，啊，遐个假的我，伊一定在扣你，对不？哦，你啥物在搞卫生？你是美国的军事政府的单位，对不？所以讲这点哦，咱就当证明嘛。所以讲，咱若有在办台湾事务，台湾民政府事务，咱就会当证明咱是真正的台湾人。所以这点。先生问你这样，有人就讲，一路叫伊唔单单一个，迄种阿妈当一个秘密，二十几个犯罪吼，其中一个提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迄个无啥物都讲，迄个上当了，哦，这知影是丢好用，哦，毋则讲咱嘛甲美国讲啊，咱爱得到，我爱。这点为正常，这是阮台湾人追求的目标，到阮的基本人权，阮要有阮的国籍，哦，啊，当然，即摆咱的国籍是伫挂伫空中，唔知咱要活到啥，但是后摆咱透过咱的民意来解决，你是要做中国人，要做日本人，要做美国人，你三个就算，哦，这是咱未来的目标，哦，所以讲。咱爱家己有迄个觉知啦，唔好讲吼，咱即摆会当用，咱即摆所谓即个吼，咱提即个护照甲即个身份证，基本伫国际上无甲你承认啊，所以甲你送去中国去，因为中国迄边伊讲台湾是伊个啊，啊一般国际嘛搞不清楚恁内底状况是安怎，但是咱台湾民众就凸显即个，我是台湾。这就是我放大内底我拄则讲的意思吼，这个你一定吼要把台湾，我们邀请吼你这个川普来亚洲之行吼，爱增加台湾的议题的哦，把台湾列入你的政治议题里面哦，而且哦也正是时候让台湾得到承认的时候哦的时机。这台湾机构的，咱台湾政府。啊，这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吼，咱伫去年吼，
第一个九月十日，就是联合国在迄个开幕一天吼，咱定一个全版的广告，全版的这个那个诉求吼，这个诉求嘛，足重要吼，这个诉求。我从看到哦，伊讲哦，当这个世界哦的国家哦，在联合国哦举行大会之际啊 ，a key priority mission 就是讲有一个关键的哦角色被遗漏掉了，这个角色是谁？台湾，咱台湾被遗漏。啊，这也卡到改改税哦，咱的 GDP 哦，要1.1兆美金哦，啊，咱比这个很多的高科技这个都是站在一个领先的地位不管咱的化工咱的建筑啊，够耍的是，咱是全世界。11位的经济实体但是咱台湾今嘛在外交上还没有被G20这个20峰会的国家跟美国跟联合国所承认咱把联合国划线咱改讲然后这是其他。咱拄只一张会顶完，下下下中咱就讲咧，因为签chapter state 就是讲你联合国的宪章，你讲啥物代志？伊即个就是甲讲咱重申伊联合国宪章内底就是讲对基本人权甲人类的价值跟尊严必须获得保障不管你即、這个你是查甫，你是查某，你的国家大，你的国家小，拢总爱一律要平等来对待，而且正义跟尊重它是所有条约里面的一个大家要遵守的义务，我今嘛台湾民政府官要求。Stay true to your chapter， 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你的，你的这个宪章。咱来讲，咱提议话来讲，你对台湾无做对啊？咱台湾变边缘化但是我对世界讲的较大，第十一位的经济是退路，但是我无想到一块台湾，我阁无国籍啊。所以讲咱台湾新闻办，咱就改讲，你该要求我们要受到国际地位正常化，我们要取得我们基本以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基本人权咱来做主要，这篇也建议说明。一旦以迄个全世界上端发行600万份的《纽约时报》，在迄个联合国开会的同一天登出来，这无遐简单。这要开足济的钱但是咱今仔日台湾民政府啦，大家掏腰包为着台湾发声咧，搁互抹黑啊！你个情况，尤其是台湾的足济媒体。拢无报道咱即款的对台湾发声的正义之声的这个咱的这个行动，还阁把咱抹黑。最后台湾的媒体已经沦陷了，赤化的很严重，拢叫迄个暗色的控制，你知道？所以讲，咱这真正为台湾人，为咱台湾这块土地的发声，诶，这个动作对你是一个威胁，你知道吗？那台湾人未觉醒，但是咱透过不
断的努力。咱自2006年吼，10月20日去过美国，甲去当阵啊吼，已经12年啊，12、13年哦。你讲看这其中咱所这个打拼，大家吼、哦、不惜体力、劳力、金钱、时间。来为着台湾民政府，哦，来为着咱台湾人发声，这款的动作，哦，咱就是要让世界去了解。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哦，在迄个关键的时间，咱点出一篇咱的最大的政治说明，做一个台湾人，我们爱有关地位国旗，国旗的地位正常化，到阮基本的情况，咱这个要求并无。啊，是非常的卑微的，你知道吗？啊，下卡都有咱的夫人代表哦，咱的夫人代表哦，讲一寡代志，就是讲 ，We ask the UN to reaffirm faith in Taiwan'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in the dignity.And worth of our nation. Stand true to your chapter and give Taiwan the respect and the recognition it deserves by including Taiwan in the United Nations. 这是咱呼吁，代表咱的发言，就讲哦，我要求啥？我要求联合国哦来重申哦对台湾哦基本人权的信念哦啊。哦，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所谓啊、哦、尊严跟价值，哦，你要哦遵守你的宪章，给台湾哦尊重跟承认，哦，他所应该得到的承认，包括哦台湾加入联合国，哦，所以讲这就是咱去讲点击平原最大意义。啊，所以讲我今仔日我大家看，如果讲你们你唔知影讲，咱有做过偌济代志，哦，这就是咱著名，咱著名，咱伫迄个联合国的宪章，联合国开大会的时阵，同一天哦，咱提出来一批很强烈的政治诉求，哦，这台湾人我唔知影。啊，这么说呢，那些攻击的守门人啊、哦，在报纸编辑就是守门人。一天人在特定时间所得的资讯，大多是媒体守门人的成品啊。那、哦、说啊，不管电视也好，网络媒体也好，还是那些平面媒体也好，所看到拢是人，人给咱看的，人选给咱看的。哦，这点就是我懂了。你就讲，咱我来讲，咱台湾民政府，这10几年来，就讲咱每一年吼，都会去日本参拜咱的靖国神社，啊，甲去甲天皇作寿哦。一个8月15日，一个12月21日，哦，23，哦，这咱拢派，咱这10几年来啊，17年来，咱拢派人。上街军集团派到200位见主事呢，但这嘛台湾有史以来无为代志。但是按照咱来派，咱台湾民众啊，家己出钱安尼，吼、哦，去遐参拜啊，去遐甲天皇做事，因为这块土地是天皇的嘛。日本天皇在二次大战，他不是发动者。是东条英机首相发动，所以东条英机绞死，但是天皇无罪。既然天皇无罪，他的财产都还保留着。只不过是美国哦，用和平宪法，日本的和平宪法，甲即卖天皇哦，会快伊调起来安尼，无为实行伊哦，伊的伊较早的迄、那个哦，伊的权利，较早伊讲啥就算啥，对不？皇帝上大，哦，啊，所以讲，咱即马，吼、哦，会安尼做成即款的代志，去
摆咱39,100个英里，啊，甲咱这块土地的头家，咱去给祝福，去给给祝福，伊的生意去祝福，甲祝寿，这款的代志嘛是很理直气壮的，嘛是很正当的。但是台湾的媒体无一个会报啊，啊，伊无一个甲你报啊，这嘛不平衡，啊嘛是吼，等于吼，它是选择性的报道。啊，这个必须所问的嘛，我讲台湾所有大部分的媒体拢等于哦，这个通牌去嘛，啊，我讲，啊，我讲了没有？咱就是利用啥呢？利用咱家己自力救济。咱台湾民间有七个州，吼、哦，较早六个州啦，后尾因为宜兰，吼、哦，宜兰州上长啊，再分做北宜兰、甲南宜兰，拢总有七个州。咱利用咱的州的办公室，吼、哦，啊，发动这个所谓的咱的游行，吼、哦，咱游行，然后咱游行是啥？咱有提布条，咱扛布条。咱的报料就是咱的数据，哦，台湾人觉醒，知影咱今仔日台湾人的处境是啥物？我明仔载吼，迄、那个南宜兰做，明仔载再去高调，伫迄个花莲花东政府吼，花东政府的中央叫做公务厅，要伫遐举行游行。我虽然人无介济，哦。差不多七八十年，但是我有二十台车哦，要出来游行哦。啊，这个游行就是啥？就是从了解台湾的政府，伊所做的是啥？像我嘛，互伊了解有一个这个机构的存在，这个机构未来真有可能哦，甲大家有关联，就是讲你来这来接近一下，甲大家有关。啊，好大个人在了解，咱即马就用这个自力救济啊，真艰苦嘞。阮南宜兰州咧发动这个运动，去伫中央是花莲来到遐，台东来到遐，来回拢爱两三百公里嘞。迄是一个，这个动啊，要耗费整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为着要互当地人。那了解台湾民政府的存在，那不得不去啊做这个努力啊。哦，明仔载我等下我都爱关灯去啦，我是爱关灯去。哦，从过了我才关灯去，就是爱参加这个会啊。所以讲，虽然媒体给咱封锁，给咱封锁较重要，但是咱自力救济，咱透过咱转台湾的咱的作伴。哦，啊、来做这个努力。哦，我最近马上参加，顶摆参加这个，这个台中上山台台中，我参加哦新竹台北高雄拢参加。哦，像阮南宜兰州要去参加高雄，安尼横跨三天，进前是暗夜都爱出发。去到遐参加迄天倒来，半暝啊，已经是点了。迄、啊那个五八，啊，等于话者，阮要去阮倒来，迄、那个哦，迄人去台中五八的迄游行，27号晚上才出发，倒来到厝29号的凌晨1点多，吼、哦，这27、28、29、30，所以大家拢是在拍拼，为了台湾。来救济咱台湾人，要搁你看，70几年来，从西纳灌输一寡吼假的历史，吼、哦，啊，互你台湾人唔知影你真正的地位，所以咱台湾已经做足了，啊，是为咱台湾的历史付出，咱的付出，吼、哦，老天有眼，啊，所以我真感恩就是讲。在这个阶段，大家要会让大家参加台湾民政府的行列哦。这嘛是贡献，算起来嘛是你的福气，嘛是你的功劳。
因为在这个中间因就来了，很快的你们就会看到成果。哦，这是你的福分啊！哦，啊，我也给你祝福。哦，啊，这个选择性的认知 （selective perception） 啊，就是不同的人们对相同的信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反应。了解这种心理特质，有助于因应受波者如何面对和掌控大众媒体的内容，例如 PTT 人文兼顾统派独派的逻辑。哦，不是说一项东西，哦，但是因为政治意识意识形态不同，它的反应就不一样。像我们我刚才就说台湾所有媒体都不会难过的，咱家己有咱家己的自媒体，哦，咱的自媒体印出来，印一挂，哦，你后摆，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回去晚上都要提遐，多订遐毛坑一挂，咱的文献品，迄个文献，伊嘛无简单，嘛是讲专业的记者去做。甲咱民政府最近所发现的，甲咱的理念，咱拍拼咱的目标，以及甲即马为止咱的成果。是啥物啊？拢内底拢有啊！哦，啊，咱透过这个自媒体，咱嘛是爱跟跟去发啦。哦，我大概了解。哦，我大概了解。啊，但是这个媒体哦，咱起码这个自媒体，伫台湾内底不同意识形态对咱这份文献呐，它的反应也都不一样。咱今日是就先台湾来讲，咱就是台湾，咱不是中国人。咱卖去糊弄伊，伊中国来时阵，哦，都无咧讲台湾，咱拢是中华民国的，伊这就是啥？这就是一款骗局嘛，哦。我来到恁兜的时阵，咱拢啊，我嘛，咱拢卖讲，拢你先你的情况下，咱拢创一个新的先。啊，大家，你的嘛，我的，我的，我的嘛，我的，啊，我的，你的是我的。哦，所以讲这块咧，这糊弄这政治的。啊，咱即马知影，咱有台湾人较省，吼，咱是台湾人，咱有咱的权益，伫这块土地咱有咱的权益，吼，啊，但是统派啊，吼，伊会感觉讲，哎，啊，台湾都要惊独立吗？啊，恁都伫遐画什么日俗美战？但是我咧讲吼，七十几年来，大都已画较久了。高无法度成功，绝对无可能。现出是这块土地是啥？日本天皇的，但是是美国军事军事的占领中，伊是无甲你讲明啦。你知无？政治就是安尼，用模糊政策，吼、哦，浑水带到摸鱼啊！啊，你想清楚是迄只样造的啊？浑水带到摸鱼，啊，美国就是这个模糊政策啊。伊要得到伊最佳、最大个国家个利益，吼、哦！伊安尼做，咱嘛无法度，咱嘛是爱听伊，因为咱是比较命个地区，咱不是国家哦，爱怎样？咱是比较命个地区，被占领地区，吼、哦！占领者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运。伊要讲哪样？所以讲，今仔日咱台湾这个地位，咱家己台湾人爱知影。咱是比较命，哦，啊，但是咱比较命，咱有咱比较命人民的权利啦，甲咱的人权，咱嘛爱清楚嘛，哦，咱嘛爱清楚。所以讲，即马独派看到咱结婚的报道，啊，我特别独立，你讲是美国啊，自私免战啊嘛，咱是惊啥？惊世界的国际公法、国际战争法，哦。甲旧金山和平条约，咱未去用法律，伫国际上无甲你讲感情的啦。那不是你想要爱就要爱，你要想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个是不可能，那是个幼稚，患了幼稚病啦、啊，啊，有一点类似白痴啦、啊。国际是甲你讲法律的啦，无你甲你用嘴去讲的，啊，中华民国的教育就是用骗的嘛。我甲你糊弄啊，甲你改变历史，哦。伊摕到正反有军队有武力，你无听伊嘛袂错啦，哦，所以个但是咱就莫客气，哦，啊，迄、那个土牌
伊认为讲咱要哦，是安怎要哦，要听美国，要听，要爱听日本。因完全忽视了这个所谓独立的一个盲点，台湾不可能独立，尤其是在如果简简单单，我台湾独立，你要把美国挂出去哦，因为美国是这样，像你讲讲，只要伊无中东无宣布哦，终止战略哦，你永远是也占领地，哦，啊，在这个很积极做啥？政治的真相跟政治的现实，咱不能不面对，你知道？咱不能不面对。啊，虽然讲今仔日咱台湾民众，哦，是美国君主政府的台湾民政府，啊，甲咱含日本，哦，是咱的日本天皇是咱的的头家啦。啊，咱甲伊合作有啥物歹？这两国是全世界上强的，啊，全世界上强的。啊，若无你吼对方一只大熊吼，吞落来你吞去，逐天在你做啊威胁啊。所以咱选这条路是绝对无。第一点，对台湾创造最大的利益。第二点，吼，咱遵守国际的法律，照国际的法律来行。因为你遵守国际的法律。所有这些强权的国家，哦，自由民主正义的国家，都会给他支持，哦，咱会徛伫大多数国家的一个资源，哦，这个有利的形式，哦，所以讲非常重要。所以讲国外对咱台湾民众伊无了解，伊即马干呐主要放弃死守，伊爱好奇。加上咱阵营吼，来共同为台湾拍平，这才是正确。哦，啊，你即马吼，互遐个通牌看到咱这种咱个政治事实，一看到伊就火大，伊离掉。伊讲你若要行安尼个路就，啊，阮只都免吃香喝辣，阮食七十年安尼，我们要阁继续享受个，啊，迄是民望啦，做法啦。当时要需要的，啊，咱今仔追求一个啥？正义、和平、和谐、公正的社会，哦，咱袂使阁继续受人欺压、受人吞打，哦，这是咱台湾政府的最大的，咱们要求世界给咱承认，咱们要求咱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咱们要求咱最基本的人权。哦，所以讲，这个文宣所产生的反应就无同款。但是咱当咱的这个文宣互真正的台湾人看到的时阵，90%以上的台湾人拢非常啊支持台湾民众。安怎讲？伊讲你今仔日安尼摕家己的钱，吼，无少着家己的体力时间，吼。啊！你来为台湾咧拼哦，我阮是足见笑，我若知影，我就爱加入。哦，咱就是甲伊叫出，互伊了解讲，咱今仔是台湾民众为台湾人所做的拍拼。我伫做啥官？我伫做啥？互恁知影。啊，有两款，一款就是讲，你毋好去听歌哦，反对台湾民众的媒体攻击咧扭曲的这扭曲。这第一点，咱们达到最大的。第二点就是说，相互会唤醒你的良知，共同加入台湾民政府，哦，为台湾人、为台湾子子孙孙的拍平，这是咱最大的。哦，啊，媒体教育，哦，什么是媒体教育？教导民众熟悉并有效利用各种媒体。以传递资讯，另一方面让一般业听者了解媒体不是完全公平客观的陈述面，是选择建构的过程，哦，媒体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培养具有敏锐观察力及批判思考能力的功能。哦，另外呢就是说，哦，
媒体互咱看，大部分即马诶最近哦，好迄个假新闻拢提出来，伊个，拢制造迄个假新闻出来，啊，透过伊个媒体的迄、那个哦散播力啊，甲台湾灌输一寡假新闻，最近假新闻足多啊，无影无假的代志啊，哦，啊来骗啊，哦。啊，取得到他们哦发布假新闻的目的，哦，所以讲真假新闻，咱家己讲，不管是电视是咱的报纸，还是咱的网络嘛，同款哦。迄网络的媒体话，哦，即卖中国迄边网络的媒体哦，迄种假到什么程度咧？我有刚看到讲话，我惊着咧。伊讲哦，迄、那个安倍晋三日本哦去访问中国大陆，哦。中国啊，访问中国，他向习近平承认说日本过去的罪行，然后已经把钓鱼台还给日本，而且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已经登陆啊，钓鱼台，我都哪有可能的代志？但是这块呢，新闻竟然在网络呀啊，但是有的人不了解的人，哦，那哦，即马钓鱼台已经无去啊咧，啊，我就这假新闻够厉害。但是咱即马做一个所谓，我拄仔伫讲啊，咱即马即个媒体即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培养咱爱有敏锐观察力、甲批判思考的能力。咱家己爱去判断，讲伊即个甲你讲的这是真诶假，吼、哦，你爱了解。咱家己爱去判断，如果你若无法度判断，你就去互掠，偏要去互扛去啊，哈。所以这点哦，对咱一个所谓的公民。做一个公民，一个吼、哦、健全的公民，咱嘛爱有一个判断的，对不对嘛？无遐简单啦，你知无？啊，即咱慢慢啊去观察，慢慢啊去学习吼。咱有迄个经验，用咱的智慧甲经验去判断，即个新闻到底是真还是假？哦，那假的新闻，咱就要家己做，咱莫去讲，哦，莫讲电影。我即个看到咧，我唔会看。还有我甲跳掉，甲辞掉，基本无关。因为假，咱知假。哦。啊，拢发布迄不迄落号咯，很耸动的标题哦，你知无？好，你无看，敢若会袂煞？啊，你看了以后，内底讲的完全无同款啦。哦，这爱注意，就是讲咱家己爱有这个哦，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咱家己目睭爱来啦。哦，啊，去判断讲这个真假，这个假。啊，新闻的价值，到底什么事件有新闻的价值？哦，这新闻的价值，第一个就及时性，哦，timeliness哦，就是讲哦，发生在眼前的事件，都最近发生的这个新闻对咱才有价值啦。啊，你哦，三年前、五年前那发生的代志啊，较大的代志，对咱到即摆已经哦没有切身的关系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啊，无啥物哦。无啥物，这个价值，所以啊，搁一个就是讲临近性，吼、哦、，proximity， 这个临近性的发生地点越近，越具新闻价值。今日咱哦，咱比如讲，咱今日去桃园，啊，桃园这发生个代志，甲咱啥关系啊？哈，啊，你发生伫屏东个代志，就变伫离我较远啊。啊，如果若伫台湾发生个代志，咱台湾人就会去注意啊。哦，若伫日本发生，伫中国发生，啊。啊，伫越南啊，是伫泰国发生，啊，即咱遐远，咱都较无遐关心嘛，吼、哦，啊，即就是一个叫做伊个临近性。啊，第三就是冲突性 （conflict）， 冲突不同意见和对立事件，哇，像即马即，即个对立也都人伤害啊。你看伊即马哪滴要开会，所有的记者都去啥，都去迄两吼，迄、哦、一个男女啊，男的甲女的绝对无同款的啊。爱冲会迄落利益啦，无共的时阵，就会冤家相拍啊！哦，迄当时那记者上爱去翕啊！啊，啊你若坐迄点点的啊，大家安尼有利益安尼伫讲的，迄拢袂去甲你翕啊！伫遐讲利啊，啊啥，迄都袂甲你翕。但是若冲突的，伊就该翕哦，迄就一个冲突性啊，不同啊是对立的哦。像你即马最近你无看，迄、那个韩国瑜甲即个郭台铭哦，因个国民党诶。哎，你要出现的代志都不加安尼乌沙沙，吼、哦，按两边都安尼
你的粉丝跟他的粉丝两个都抢起来了啊，这就是新闻都爱想爱写，想爱发表这款的，哦啊，这款的，哦啊，人大家再去注意吼，会引起人的注意啦，哦，显著性，哦，显著性哈 ，eminence， 涉及有名的人事地事件。就是讲你呐，无名小卒哦，你讲你甲啥人、甲啥、甲大姐查某，那无人会去解释。哇，但是你是国会议员呐，吼，哦，啊，你是啥物部长啊？啊，你是啥物啊？做足大个啊？哦，你边啊佫出现一个人，马上记者就去啊，因为伊出名嘛，啊，啊是电影明星同款啊，吼、哦，迄个影帝啊，吼、哦，哦，天王巨星呐、啊，哦，迄款个咧，伊身躯边有出现一个查某，啊是一个查甫。马上哦，报纸都顶出来啊！迄就是啥一个显著性啦，哦。啊，佫一个就是 human interest 趣味性，引起好奇兴趣的事情，哦，啊，这对大家有趣味的吼，诶，代志吼，啊，大家都会去注意啦，吼、哦。啊，即嘛台湾电视新闻台的引诱跟乱象，喏、哦。第一个商业利益，恶性竞争，缺乏深度与内涵。咱台湾诶，一般的媒体吼，很出息，就是要哪讲啊？水准要无甲先进国家可以匹比哦。咱虽然是言论自由，讲起来自由，事实上言论有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性的自由啊。你若讲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也都不自由啊啊！这个该说起来，这不自由啊哦啊。啊，即嘛就是哦，商业利益啦，拼广告啦，哦啊，大家底下滴哦，争取争取一个商业利益啊，缺乏深度跟内涵哦。所谓深度内涵，就是讲你对一项对问题真正深入的了解报道，迄爱时间，爱花费成本，即款呢，因都无要做啊，你知道？啊，你若无迄个内涵、无内涵，对人的整个生活的品质，它没有达到一种所谓优化的效果。哦，这就是这个问题啊。哦，啊，画面时当充斥血腥色情，这里面讲还有过转，总顶下有诶无诶啊？吼，或者低级趣味啊，用低级趣味来引发人的这种所谓强烈的好奇心。哦，这个也不怎么啊。高明也不怎么正常，哦，啊，第三，记者专业素质有待提升，做记者不简单啦，哦，我家己嘛做过记者，啊，你要对地方，想无你做一个，你对地方爱，像我地方记者来讲，我对地方一定爱，各乡镇所有的，包括政治、文化、产业、哦，人物、交通、环保、教育，拢总。我拢爱去了解，你若无去了解的时阵，你写袂出好的物件。啊，每一个像讲，尤其是我呢农业较重视，种油啊啦，种稻啊，播田啦，啊，哦，种粉啦，哦。啊，像这样物件，我拢爱去研究，为啥？因为甲地方的产业有关系。像我大桥里，我桥里是全台湾的稻米产销区啊。全台湾上大的稻米产量是，阮有四千几公顷啊，播产，你目睭看起拢产啊。啊，所以讲即马做产时啊，已经拢完全机械化，完全机械化。啊，你对这个，你这个水产的耕作，甲生态的关系，甲农民的收入，吼，甲整个经济咱地方经济的命脉，你拢总爱去了解。你报道这方面农业的时候，你才袂脱节啊，无你会脱节去啊。哦，啊，地方嘛，同款政治的人物，这搭一档，这搭一档。哦，啊，地方势力的嚣张，哦，咱拢爱去了解。哦，啊，教育的品质，学生囡仔是哪来哪少？阮遐学生，阮遐学校吼，一个学校几学生，我讲来听，有诶二十个。二十个学生啊，啊有诶四五十个，哇，哎，四五十个算够侪啊！哦，啊是安怎？是安怎会造成这
这是不是一个教育资源的浪费？一个下二三十个学生内底，下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个老师、个什么组长，你得加加起来，个学生要变济啊咧，吼、哦！啊，所以讲就造成罗威就造成什么？撤校、合并，哦，啊，这嘛一个问题。啊，你要撤校，地方的人反对啊，啊，要安怎去沟通？啊，所以讲吼，你做一个地方记者，对地方的这个特殊状况，你拢爱去研究，哦，你拢爱去研究。啊，像迄伫华联的地区，即马在伫四线道吼，台九线啊，四线道即马在拓宽，四十年前都爱做的呢，做到即马已经百位啊，拢做到啊，迄村的钱才轮到你，我咧等四十年啊，啊，即马在伫做咧，所以讲吼，因为你。边缘化，你被边缘化，你也无出政治人物，人无够，啊，所有的少年人拢走甲光光光，你也无法度生存啊！除了留伫厝的坐产以外，少年的拢出去啊，无少年人啊！所以讲，这嘛是很面临的很多很多哦，区域性的问题哦，咱做记者拢爱去了解，啊，然后。咱咧引进一些新的观念，透过媒体引进一些新的观念，和咱咧，吼，在地的民众去了解咱要安怎来适应，要安怎来脱离这个困境，吼。所以讲，真济啦，讲袂了，就是讲，你对这个，啊，过像阮遐介济，或者原住民，吼，原住民的人口嘛，介济。啊，原住民因即卖很出息，嘛，互咱的主流的社会边缘化去，你知无？啊，但是因有少数影响多数的一个关键，所以不管啥打一个执政党，执政拢啊对因足好个，但是对因好内底，吼、哦，是用真正来给教育，来给帮忙，予伊整个个。这个民族会当复兴起来，啊，也是讲用笼络的方式，笼络都无同款哦。我选举，我从酒给你吃，从低台哦，酒给你吃，吃到哦，啊，你都反正我有糖，你有糖吃，我都瞪杀人，这都是唔对的。所以真济只个处理只个代志，你做一个记者，你拢总爱去关心哦，啊，真正去研究，哦、我唔在滴讲。咱的即马记者的专业素质，要差介济啦。咱爱拍拼，哦，咱在爱拍拼，咱在有法度伫即个媒体内底，哦，占一席之地，哦，才有法度产生影响力，哦，创造正能量出来，哦。啊，第四，以知前之明侵犯个人隐私，哦，这嘛是介济。哎、欸，人大官也好，人记者也好，不，人迄、那个、迄、那个吼、哦、影视人员也好，还是人名人也好，哎、欸，人因拢有因的隐私啊。啊，你莫安尼吼，逐天讲对哦，啊要讲翕哦，啊来侵犯到人家的一个隐私自由，没有什么知的权利啦。哦，知的权利是啥？是大方向跟。国家整个政策有关系，跟社会的发展有关系的，跟未来的、哦、我们的教育前途有关系，这块才是值得权利啊！哎，输人杀人跟杀人做伙，嘿，免知影无紧啦，啊！所以讲有时候他会误导，哦，用知哦用知权之名啊，侵犯个人的，这唔对，这咱嘛爱改进。过少的报道比例失衡，社会案件及负面报道过多。好的寻求报道，哎，啊，好的未去影响人的注意，但是拢报道迄落吼，杀杀打打啦，色情啦迄款的。所以你一个版面来滴，你要创造正能量，你就爱报道好的，因为好的有一个循循善导的力量，它有一个。影响光明的力量，你若逐天伫报迄落吼，
哦，吃酒小台啦，哦，啊，弄死人啦，塞名车弄死人啦，哦，哦，迄一摆，迄一台车讲几千万的啦，哦，啊，你报道这款的是拢是负面新闻，负面新闻你若看者，咱人会变成哦，负面能量高于正能量，这都就罢，这对小的就是一个乱源，它会产生社会一种哦暴力，哦哦。一种的气氛出来，哦，这都唔对啊。所以讲，咱上重要就是讲，哦，咱来了解讲，哦，咱做一个媒体的一个工作人员，爱对这个社会负责，哦，任重道远。所以要不断的充实，唔是讲吼吃香喝辣哦，哇，逐天安尼啊，嘻嘻哈哈过日，袂使安尼。所以这点吼，啊，也是咱爱吼，爱家己爱警惕吼，啊，家己爱检讨反省，再进步的一个吼原因啦吼。啊，第六就是过于强调第一性，缺乏国际视野。咱逐天看的吼，敢若看家己本家己的这台湾的代志，啊，对整个。国际上的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一个地球村，大几位发生外国发生的代志，拢也影响到哦，咱的整个地球的一个哦状况。所以讲，咱袂使干那注意咱家己身躯边的代志，也是咱家己哦地区的代志。咱一定哦爱把视野看对整个地球，拢是一家人同款，咱来关心咱地球的发展，哦。啊，第七偏重精英、忽略弱势团体，哦，因为咱这个社会，哦，还不是一个完全公平正义的社会，有很多弱势的，他们生活在一种哦非常啊贫困的一个境地里面，啊，咱基本上都是讲，咱的社会拢是报喜不报忧啦。报喜不报忧，敢那报好的啦，哇，锦上添花。今仔日一挂弱势团体，吼，因无多生活，也是无多受到公平的待遇时，媒体去给因声援的真少，你知无？这是咱台湾媒体嘛是一个爱检讨的一个事实，吼。啊，所以个咱就讲如何发挥媒体记者的公器操作。咱因为我昨天讲，任何媒体拢是守门人嘛，哦，所以当你伫选这个新闻题材的时阵，你首先要判断这个新闻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民众，它所产生的反应效益是正的还是负的，这是第一个标准。如果负能量的，我们尽量不要报道。我们要报道正能量，让所有的全民哦受到正能量的一个启发哦。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正能量，这个社会哦，它就会走向光明之道。一别光哦，每天所看的都受到哦这个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媒体将来要发挥公器操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任务啊，哦，发挥媒体监督功能，哦，这个实力的解说，哦，比如说咱现在这个，哦，我进程都不是记这个例啦，哦，一个事情发生出来，就说那林区的茶匠偷错哦，啊，咱就是要创造什么？以后最好不会再发生，然后让当地的人民、当地的居民也了解到，保护森林呐，啊，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媒体透过哦，这个当地的一些管理单位，就是这个林区管理处，啊，是这警方。咱媒体都爱改，协助他们教育，
让他们全部加入一种监督的角色，这样的时候就发挥最大的功能，不是只有你一两个新三年在说，大家都去注意，警察也一样，有什么动静大家随通报，这样的时候要作奸犯科，那些人啊，他就会收敛，他会付出很大的成本。对，这叫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去社会的做反应，解决社会上不公的概念，这东西让你当做，学习做一个阅读，媒体都告诉我，你这些新闻来。我告诉你喂，应用媒体哦，我到这里讲哦，媒体不就是简单认识媒体哦，他那另外简单来讲就是应用媒体，媒体当然一般民众来当应用媒体，像咱台湾民政府收入外来，不要讲来当应用这个媒体的创造媒体的优势了，记得哦，所以说媒体的一体两面。媒体不是媒体机构或媒体人的专利，任何人或机构都可以使用媒体，发挥媒体多元面向的功能。哦，接着什么？这个两千零七年5月13，咱伫美国哦，有派人，伊当中我代表去甲美国的一个做的。张毅的小组，跟美国的高层做沟通，澳集团哦，好多那些被告人，你去一点啦，我去参观，连台湾民政府的主任也去一点啦，一天5月13，我们两团就去华盛顿哦，去华盛顿的这里哦，这里纽西兰就是一个新闻博物馆哦，一比高的新闻博物馆，也举办一个酒会哦，举办一个酒会，这个就是咱们邀请来哦，这刚好本来阮预定哦，比高差不多哦，200个哦，咱就差不多100个，结果哦，这刚。意外的引起美国各种领域，包括美国的白宫的官员还有大企业家，还有很多的一些团体、媒体的团体，来外地来杀大业的，我们语言会台湾举报，非常的台湾民政府办事会是干这个美国的记者共同主办，但是我也创了一个今天就是邀请来，邀请来，所以说political 的政治家还是政治家网络概念很好做，所以今天第一个是大名气嘛，跟咱合办，咱台湾民众有必要跟咱单独去办，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咱在第一个嘅，就是相处起来的political 的那个政治新闻的网络来盖合作接着是咱的那个第2005年3月12日，咱的夫人代表团以美国为国际记者会这嘛是咱
台湾民政府两个基础会有一个那里过渡，这是2005年上个小年国际记者会，并不够国际记者会。啊，这些都是我都要讲。2007年著名吼，一个五月前三两个美国的酒会，咱的夫人吼也演讲，也演讲吼。啊，这些就是啥？我哩出口来来就是因的报道吼，一个美国吼，一个政治家告诉吼，跟因的网络，跟台湾民政府合作过，一个吼就是吼跟人的单位合作。啊，这就是酒会，这是美国一个政治家杂志跟伊个网络系统吼，坏了。以前个讲了，他介绍咱夫人讲，哇，你看看，伊个晚会个人个嘛，因为伊内底无够，外口个阳台吼，阳台个足宽，啊，加上个500几个安尼。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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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看迄个丢面六个，非常盛大，轰动，那些记者会轰动整个华府。哎，那台湾你就看你个看，看看华都爱方面，这是中华民国的民政府在运作的个。哦哟，哦这是会场内底，还有阳台。这些人家的方法当然去教育去教育咱们要少学说台湾民政府如何突破ROC 的媒体封锁咱们打法秉持万国国法及国际战争法主动召开国际记者会你已经台湾很封锁咱跳出台湾，咱对世界啊，记者会来传播，对外靠华都镇来啊，对外靠华都镇来，这嘛是咱一个策略，咱就是一个策略，咱平时，咱是台湾民众做虾米，是讲你华裔人民做虾米，咱是华人登记，咱的华人登记就是依照什么？万国公华跟国际战争嘛，那你看，以这个国际公华跟战争华来主动召开国际记者会，那宣扬咱作者向央府的签名应该有的权利，借助过传播媒体专题报道、广告文宣、广为宣传，达到传播信息的最终目的，做来给咱买单，去创造跟媒体合作，就是彼此之间取得信任，还腰带工，但是有台湾人安的怕，这些国内的嘛，有成功的案例，就是咱个十八座山，十八座山嘛是，你就知影伊的生产，但是咱透过关系。盖建起的吼，前后互动，做减少 VIP 以十八座山，让给台湾的任务正面的修复，正面的修复，包括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波，第中国西波，第主流西波，跟那个所谓危险广告，危险广告，我台湾的人拢知影。拢知影讲台湾政府的存在安尼的时阵，就会当讲来发挥讲做一个突破这就是啥？G7
这是2056年的时阵吼，日本起源的一个历史文化，世界七个国家的迄、那个吼，聚会高峰会议，七国高峰会议，这个高峰会议，咱也是有这个吼，十几不当备哦，这是总统国政要的会议啊，哦，咱有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十字内底，咱嘛对吗？咱电台湾政府你讲，电台湾，哦，电台湾政府授权，哦，迄个林世生博士，哦，啊，电台湾政府，咱对这个，哦，咱授权，咱授权发展是啥物啊？哦，世界界每一个总统拢了解着台湾民政府所行的路是啥？这个就是这个，还有父亲跟英国的政治家，啊，作为脱欧的一个领导人，啊，去会谈，啊，这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一个秘书长，一个。万年会哈，对迄个叫迎新会啊，对，就是讲话风，讲话镜啊，哦，咱伫迄个所在，我做点啊咧，迄是真无简单，唔是你有钱就买会到的哦，只要透过美国的跨公关行业政治的迄个所谓安排，在大概这个文章，这个文章哦，坑地大，坑地。这个 G 三五这个杂志啊，这个专刊啊，这个想要做文章，吼，啊，这么说吼，像以前那些个呢，不要那种态度。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这个意思就是说，吼，我们台湾啊，走到这个今天这个地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自我决定的要求。哦，自我决定，哦，自觉跟什么？跟公平的对待，哦，公平的对待。而且哦，现在哦，也是美国哦，来改变所谓战略模糊的政策，哦，战略，那别再过俄罗斯度了，别再过那些哦，亚太问题，是这样。哦，咱还有咱的主题性，咱来发声，咱发声就是啥？就是超过国际的媒体来发声。哦，这个发声是什么？对外靠保护的。啊，这个李先生哈，这嘛是啊，这李先生。这嘛是咱嘛是，这个以前问题，这嘛是基本性跟基本的，嘛是嘛是吼，咱唔叫，哦。Destroying Taiwan's place， 哦 ，in fractured world， 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面，我们要重整台湾的地位，哦，那里诉求。咱敢呼吁啊 ！It is time for world leaders to walk towards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 Taiwan。哦，现在就是全球政治领袖啊，哦，共同哈，哦，让全世界国际来认同台湾的正当时机。哦，也是咱们再三的呼吁。这个是咱的诉求哈。On the world stage, it's time to act。在这个世界的哈现阶段的舞台，哈，我们，哈，是让台湾哈行动的一个时机了，哈。
这嘛是，这嘛是内底迄个以前个内底个介绍吼。这个 in the world in the part of the world too international world is time for change， 你看到？他说后，这个后是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哈，这个台湾应该哈、哦、要改变。然后以普世价值的诉求，争取各国媒体机构以及媒体人的报道，就经济哦，经济哦，这个经济委员哦，美国这个宗教方面创建的观察家杂志，川普的观察家杂志，变成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哦，叫做 Michael Richards。因为到这块古人某一点时间开始吼，他发挥了正义之笔，以专程来咱台湾民政府来采访。伊个采访不是遐简单哦，伊都是做非常深入的了解，来看咱上课，看咱游行，去各州游行，伊嘛拢总去哦，去了解咱台湾民政府真正在做什么。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台湾大使要打压台湾民政府？然后他发现台湾民政府受到非常大的政治迫害。我爷干什么东西？你政府干什么？破费钱啊！台湾要破几条规定？尤其是对台湾的司法。强烈的提出质疑，这是很出奇的。中华民国以往政府当局是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司法两国公平，上海人民讲，司法是正义的底线。司法两国公平，要当随便欺负人是哦，还是当搞一点，他就会赶快一点的团结一致，这个司法就一个破产。所以说。这个意下，哦，蛮多利益上升，来带哦，哎，他有人来哦，非常的深入了解，阿毛去参加台湾人权大会哦，台湾，一毛去参加耶，去观察下，很熟悉台湾人，历经好像饭店在上面听到，哦，今天是给，哦，他以做充分的对比，现在。我说这个一定要我再讲，以普世价值的事情，争取各国媒体机构跟媒体人的报道，接下来台湾人就会做好。做好了以后，我如果《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弄起来，都拿我讲啊！中华民国，你们就以后就牛气台湾民进党，都无人听你啊！是真的。所以咱不是讲世界，我说这个世界，通过前台各国的恢复以及人力的资源，做全面性的花花补贴。好，这一些，这嘛是哪样的？那就国外去加会，好，我聊天。世界媒体知名的媒体来给咱采访，来给咱做真实的报道。咱让咱家己讲的，咱讲啊，你那么光明家己的，但是咱就很客观的一个世界知名的那些记者报道哦，来采访，告的对比方哦，偏颇嘛哦，所以这点是咱拢清楚，咱拢清楚哦。阿叔的意思，国内我不叫我讲，咱发为国忧。作为主啊，哦，台湾人，咱要台湾民众去做什么讲事？啊，唤醒他们的啊美梦，别人都得困，咱要唤醒，唤醒。好啊，今天就讲到这哈，谢谢各位，咱以后这个有机会，咱大家再来互相来连接来分享。好，谢谢各位。